是红姐演打戏真的是出了名的拼命啊！对，哎，没办法，因为那时候如果你不拼了命，很快就是要有。给淘汰了。哎，对，给淘汰了。所以有时候受伤啊，或者怎么样，也不敢吭声，还是按照通告啊，或者是武术指导怎么样，我还是去做。 我记得有一次要从高处，很高，就这个棚差不多这样，直跳下来，就只能这样倒，腿硬把骨头砰断掉了。哎呀哎呀呀！哇塞！可是那个棚是最后一天啊，必须要拍完，送到医院把鞋子剪开哦，断掉了。然后那边武术指导不能动，不能动，马上把那个胶布缠住那个鞋子。对，是根木条这样子。 然后要打嘛，那下身不能站了，那上身就两个武术指导，让我坐在上面啊，上面打，下面那个腿在摇。哇！就拍很多大特写，所以出来没有人知道当时其实是断掉了。那时候每天都会有轻啊雨啊肿啊这种，就觉得有下了苦功，今天有正的责任去拍好一场戏这样。所以今天接下来的这个环节不仅要会打，还要会保护好自己和对手。嗯，依然由梁家辉老师和惠英红老师带领两支队伍来争夺最终的比分。这拼体力的，我想换到红姐那边。陪你换。不走。我们还是一起。你看他都不走的。我不走。两位盟主，请转身接受自己这一队的成员。啊，弟弟。他想走，哎呀走。 到底这一轮会如何比拼呢？让我们一起进入到演技手快。天下武功唯快不破，在强者如云的对决中出招快，拆招更快，具备快速的反应能力。我们的规则是两队需要各派出一个人，带上我们特制的粉扑道具，两人按照我们主持人的指令完成规定的动作，等到攻击指令时，双方方可以出招。率先攻击到对手脸部的嘉宾，则获胜。 第一轮要出战的就是佘诗曼、薛凯琪。Ready, go！ 坐下，慢慢逼近对方。 逼近对方，攻击！哇哇！一只手过去！哇哇哇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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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来，我们来看一下技术回放。所以这一轮率先攻击到对方的是。薛凯琪先击打到的佘诗曼，所以薛凯琪这一轮获胜。厉害，很好的示范。第二轮有请沈月、李一桐。一桐，气势如虹。沈月，攻击猛烈。Round two， 武士斗舞转圈。越走越近，左腿再一步，抱抱对方，真正的拥抱，不攻击，罗汉，拥抱对方，抱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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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抱起
攻击。攻击！攻击！这一轮率先攻击到对方的是李一桐，恭喜！打成2-0哦。这一局我们派出的是东方不败赵英子，聂风杨迪。第一个，我和赵英子打，怕不怕我？按时了，英子多一点粉，多一点粉。好，我们两个人无冤无仇，第一次见面。英子，你把他当做曾经的自己，打自己。杨迪，你就把英子当成我。哎呦，我现在就。来吧，东方不败，加油，加油。Ready, go. 气沉丹田。腰疼。哎呀！在原地舞动了起来。正面使出连环腿，攻击！我打！冲过去！继续。互联，不会没有攻击，不能攻击。不是谁说的互联？他们让你互联，他们让我互联。哦，他听到互联。赵英子，要笑死。恭喜杨迪，杨迪获胜。我这个样子像获胜的吗？接下来，刘耀文、荣子山。准备 ，Ready, Go！ 螳螂拳，哇！攻击，拨打，攻击。我们恭喜刘耀文拿下这一局的胜利。好，啊，好快，好快。好，马上进入下一轮。下一轮我们要邀请的是何宇、郑业成。加油，何宇！加油！